鬼打包就一点点微微的，但它上面的话不是那种很贴身，所以这种会还蛮修饰的。因为有些人我真的不敢穿那个上面是很贴那种喇叭，它这种话是属于有点像宽裤结合喇叭裤那种感觉，所以是非常修饰。小田是穿 S 号哦，所以这个本来就不是穿那种贴腿裤的感觉。对，那我给你看看它的细节的部分，它这边的话是有做车线，然后它这个车线会让裤子会比较立体感，口袋的部分也是还蛮特别，口袋是长这样。那背面有口袋吗？背面有，背面有口袋。有口袋没有开叉，就两个基本口袋。好、嗯，然后这个如果是比较娇小的妈咪的话，你就把它穿出一点比较长的那种宽裤感觉，会很时髦。那如果像我比较高的话，就是会做这样，大概八九分吧。这里我们这个调整扣它是在外面的，所以是不会摩擦到皮肤的部分，就是跟你肚子不用担心说会摩擦。那它这个调整方式就是它会有这样很多的洞洞，非常多洞洞，然后这个很有弹性，等于说它可以依照你肚子大小，然后你们就来调它的那个扣子松紧。像我现在大概六个月的话，松紧再调整，那等一下我卸货，我就可以再把它拉更紧。